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 Dynamic Databases。 好，那目前为止呢，我们目前都假设一个 Database 呢，基本上就是一个 Fixed Collection of 这个 Data Object。 好，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只假设目前就是这个 Database 的操作大概就是 Read 跟 Write， 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来讲，一个 database 呢，它其实随着时间它可能会越来越大，因为有 insertion， 也可能会越来越小，或 deletion 这样。那通常都是越来越大，对不对？因为 insertion 的比例通常会比 delete 高这样子。OK， 好，那如果今天是一个 dynamic database 的话，那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In terms of concurrency control， 那答案是会有的。那这个问题呢，就是phantom problem。OK。好，那什么是 phantom problem 呢？ phantom 是什么？ phantom 就是鬼魅的意思，对不对？就是说有一些 record 呢，明明你在上一秒看它还不存在，这样下一秒 就忽然出现，这样就是叫做 phantom 这样。好，我们来看实际的例子，好不好？那 phantom 主要产生的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被 insert 产生的。好，那我们看这个例子，好不好？假设今天有个 transaction， 它 select from 某一个 table。好，然后他 specify 说呢，这个 user 呢，那这个 age 都要是10这样子， OK， 好，然后呢，在这个 T2 呢，这个有另外一个 transaction， 好，然后他 insert 了一个 record 到 user 里面， OK， 好，然后这个里面呢，可能那个 age 的那个 field 它的 value 就刚好是10这样子，然后就 commit， OK， 好，然后接下来呢 T1 呢，based on 它的逻辑，可能又做了一次这个 selection 这样子，又从这个 user 的这个 table 里面选了所有 record age 是10的出来，那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了，对不对？就是T1 在这两次的这个 read， 他看到了不同的 data， 对不对？多看到了什么东西？多看到了一个 phantom record， 就是 T2 insert 的这个 record，OK，、okay? 就是对 T1 来讲，他明明就是select 出来之后呢，那比如说有10个 record 这样子，H 都是10这样，那到了下一个时间点之后呢，就忽然变成11个这样子，忽然凭空冒出来一个这样子 ，OK， 好，那你说什么时候 T1 会做这种事情啊？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点select 一个 table 两次，那是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 join query 的时候，一个 join query 如果它的 implementation 是 double loop 的话，就是左边跟右边这两个 table join， 那左边这个 loop 呢在 外圈，右边这个 loop 在里面，那右边这个 table 它就会不断的重复的被这个 scan， 对不对？就是 T1 在这两个时间点一样，对不对？可以吗？就是你可以想象着这个是一个 iterate，然后左边的这个 table 动一个 record 之后，然后下一次右边这个 table 又要再 scan 一次，这样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在 join 里面呢，我如果要连这个在不同时间做两次 scan 的话，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join 在第二次 scan 跟第一次 scan 看到的这个 record 会不一样，这样子可以吗？好，那这样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好，那事实上这个 phantom 呢，它不只是这个被这个 insert 会发生，其实 update 也会发生了。好，所以这个严格说起来 ，phantom 呢不见得是 dynamic database 的问题，不过最主要是这个通常这个 database 通常是 dynamic 和这个 phantom 特别明显这样子。好，那这个 update 其实也有可能会产生 phantom。好，比如说我们看刚刚这个 example， 好，那 T1 它 select user， 然后把所有 age 是10的选出来。好，可是这是 T2 呢，如果它今天不是 insert， 那它 update 了，它 update 某一个 record。OK， 好，然后呢，这个 ID 呢是7这样子，可是呢，把它的 age 原本不好是多少，那现在变成10这样子 ，OK， 好，然后 commit， 那这个时候 T1 呢，其实在第二次 select 的时候，一样会看到一个 phantom record， 对不对？好，就凭空冒出来一个 record， 就是这个现在被改成 age 是10的那个 record， 对不对？因为这个程式又 commit 了，所以它看得到，对不对 ？lock 已经 release 掉了，对不对？可以吗？好，所以这个T1 他这个在看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说 T1 在看这个做两次 scan 的时候，他基本上都只有这个用 share lock， 对不对？他没有办法预先知道说那这个 record 未来会被怎么改，如果他改成是10的话，这个 record 就没有被 lock 起来，
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两个问题都一样，就是说 T1 呢，好，它在执行的时候它可以 lock 东西，好，可是其实 locking 看起来，好，就是我们之前目前学的这个 locking 好像好还不够，对不对？因为它只能看到它目前这个 lock， 比如说我要 edge 10，它如果把全部的这个 edge 是10的 record 都 lock 起来，好，那这样是没有用，没有办法避免 phantom， 对不对？好， either 是 update 或者是 insert， 你基本上都没有办法避免。OK， 好，好，所以那这边就有没有一些这个方法呢？各位不妨想想看，好不好？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已经学过了这些我们已知的这些 locking protocol， 好，那你可以设计出怎么样的 locking protocol， such that 你可以避免这个 phantom 的发生呢？好，我想各位稍微想一下，应该你会发现呢，哎，有一种方法，就是用我们才刚刚讲的这个 MGL。或者是 EOF locks， 它的概念上叫 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说，好，那如果今天我要做 insert 或者是 update 的话，好，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要像之前这个 MGL 一样是在这个 file level 去 IX lock， 然后在 record 去 exclusive lock 一个 record， 或者是 exclusive lock 我 insert 的那个 record， 而是呢我在 file level 我就把它 X lock 起来，可以吗？也就是说，我今天想要 insert 一个 record， 可是我跑去 file level， 在 file 那个 level exclusive lock。那我今天想要 update 一个 record， 照平常讲是我要在 record level exclusive lock， 对不对？现在我不要，我提升一个层级，我去 file level exclusive lock， 可以吗？可以哈。那 EOF lock 也跟 MGL 其实就很类似，它是个 special case， 就是说你今天要做这个 insert 的时候。好，那基本上我就去这个，我就给他一个这个 end of file， 一种特别的这种逻辑的概念，就是 end of file， 就是一个 file 的结尾，好，一种特别的 lock， 这样，就是任何要去改到尾巴的，好，就要去做 EOF lock， 就要把那个 end of file 这个逻辑的 object 把它 lock 起来，这样，好，所以今天有两个 insert 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同时做，这样，可以吗？好。好，那不管你是用这个 MGL 的加强版，就是我在这个高一个 granularity 的那个 level 去做 exclusive lock， 或者是像这种这个有时候这个 special case， 就是在 lock end of file， 这个你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个高一个层级的，对，就不在 record level， 在 file level， 对不对？好，那不管怎么样，其实你会发现这种做法呢，就会有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个 performance 就会很差，对不对？因为如果你今天你一个 database， 好，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那换句话说就是任何的 insert 跟 update 他们都没有 concurrent 了嘛，在同一个 table 里面的话，因为你都要去 file level 把它 exclusive lock 起来，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只能 serial 执行了，知道意思吗？好，所以这个通常 insert 跟 update 的比例，好，那通常 update 的出现的频率还是高过 insert 比较多的。我们通常比如说 insert 的话，比如说就是user 注册啊，或是 make 一个 post 啊，对不对？好，可是 user make 一个 post 之后可能会改好几次，这样知道意思吗？好，那这个时候 update 如果频率比较高的话，那为了 performance 起见，通常这种方法 EOF 啊，或是 multi granularity lock base 的这种方法，通常就只会用在 prevent 这个 insert， 因为如果你有去 prevent update 的话，那成本就太高了，因为等于是 update一个 file 里面的 update 通通都要 serial 去执行，这样子。 OK， 好，那 EOF 的话本身这个设计就只能够这个 prevent insert 了，好，因为就是只有 insert 才会去改 EOF 嘛， update 的话其实不见得，对不对？ 好，那另外一个做法的话就是在 index 里面做 index locking， 或者是称为是所谓的 predicate locking。 OK， 好，那这个细节的话呢，我们之后有机会如果讲到 index 我们会讲到。好，那它的概念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在 index 里面我去 lock 一个 range， 这样，比如说刚刚看到这个 age 是 10， 对不对？我就把这个 range lock 起来，所以任何想要改把东西加到这个 range 的那些 operation， 它也要 lock age 是10这个 range。 那如果他发现这个 range 已经被人家 lock 过了，而且不 compatible， 那他就没有办法拿到 lock， 概念是这样子。好，那藉由在 index 上面去做。好，那 index 这个 predicate locking， 它可以就是说在 concurrency 上面就比这个刚刚这个方法好，所以它可以用来这个prevent phantoms on both insert 跟 update 这样子的 case。
OK， 好，不过它基本上如果你要用这个 predicate locking 的话，也是有成本，就是你要假设的是你这个刚刚这个 age 啊，比如说 age 产因为 age 那个 column 啊产生的这个 phantom， 那你一定要在 age 上有 build 这个 index。OK， 好，所以这个也是要成本的这样。所以换句话说，其实 phantom 其实是蛮难避免的一个问题。好，那这边有个有趣的讨论，就是各位上次的作业是要去 implement conservative locking， 对不对？好 ，conservative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一个 transaction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整个 transaction 会 lock 的东西全部都一次就拿到 atomic， 对，对不对？好，那各位不妨想想看，那 conservative locking 会不会还有 phantom 的问题？啊？好 ，OK， 其实不见得，对不对？好，就是不见得说 conservative locking 就一定没有 phantom 的问题，对不对？好，因为其实是看你到底是 lock 什么。如果你的 conservative locking 的，比如说我今天要这个 read 要 scan， 好，那但是我 conservative lock 我就把这个整个 table lock 起来啊，把整个 table lock 起来可能可以 prevent phantom。可是如果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只是 lock 一个 table 里面的某几个 record， 那我一次 lock， 那其他的产生还是有可能 insert。东西到同一个 file， 所以你还是有可能会看到 phantom，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其实不确定，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你 even 是写 conservative locking， 好，那还是要 deal phantom 的问题，可以吗？好，那这边的话，你们各位有一个 assignment， 对不对？上次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把这个 conservative locking implement 出来，那这边的话我们有个 bonus， 好不好？好，那如果各位呢这个 implement 这个 MGO 去 prevent phantom。好，那你要 prevent phantom 不见得要两个都 prevent， 你只要可以 prevent phantom， 比如说你只要 prevent phantom due to insert 就好。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update 比较难，好 update 你其实基本上你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用 MGO 把它 lock， 可是 performance 会不好，对不对？好，但是 insert 的话，如果 insert 比例够少的话，那 MGO 看起来是一个 reasonable 的这个 prevent phantom 的方法。好，所以你只要把用 MGO 把这个可以 prevent因为那些 insert 所产生的 phantom 的话，那就有 bonus， 这样好吧？好，那这边的话就是phantom 的 problem， 那大家要知道一下。